手游酷玩。兄弟，好不容易聚一聚，咱们一同共享一下下午时光。为什么要到餐厅里来呀？多费钱呐！怎么不去我家喝个下午茶呢？彭克僵尸，你老婆山东僵尸不是不批准你邀请我们去你家里吗？我在家里可是一言九鼎呢，我老婆算个啥呀？她一切事儿都得听我的，哪像你呀，铁桥僵尸老兄。哎呀，你说啥话呢？我才不怕阳伞僵尸呢，咱们这里最怕老婆她明明是冲浪僵尸。怎么可能啊，我是最有尊严的老公。哪像你们，比基尼僵尸可不敢向我说一句不。冲浪僵尸、铁桥僵尸、冲浪僵尸，你们的老婆来了。朋克老兄怎么一动没动啊？朋克老兄还不快走，你是真不怕老婆啊？你们想多了，我这是脚抽筋走不了啊。冲浪僵尸，我们去帮忙吧。哥几个一块逃吧。老婆来了，喜欢记得订阅哟。